你也是来练科目三的吗？啊，是啊，我第一天来。哎，我也是。啊，大哥，你紧张不？有点紧张，怕教练骂。哎，没事儿，不要紧的。啊，你们两个是来练车的吗？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就跟我上车吧。好好。练车之前，有个事情要跟你们交代。我每天只教一个脑子比较机灵的学员，因此我准备了几道加考题，谁要是回答的让我满意，谁就留下来学车。没问题，我把所有的加考题啊都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。那就好。请问第一道题，前方道路畅通，我们的车速是90千米每小时，前方有一所学校，该怎么办？减速慢行，把车速控制在30千米每小时以内。不错不错，我再问第二道题。前方人行道上有个老婆子正在过马路，这时候绿灯亮了，该怎么办？我知道，我知道啊，停车等待，让老婆子顺利过马路。哼，不错，你这个小伙子基本功还是有的。还有一道题，千万可不能答错了。啊，教练，你说，假如咱们这辆车正在经过一条街道，这条街道上两边都是超市，这个时候你们应该怎么办？有街道、有超市的地方肯定人多，咱们呀应该减速慢行，时刻盯着前后左右的人看。不对。咱们应该先靠边停车，然后下车进超市买两包华子给咱们教练。哎，这个女学员还挺机灵的，今天你就来学车。小嘎子，不好意思，你先回去吧。请回吧。嘿。